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欢迎咱今日做伙同做伙来读《约伯记》第35章第1-16节。今日所读的圣经节，其实是以利户伊四段讲论中间上底的一段，总是这段特别会予咱提醒，也是予咱搁一遍去确信上帝伫以利户的这个信仰的中间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伊利户要提醒人，伫任何的作为，咱无可能去影响改变全能的上帝，也是伊的权能。咱特别会当来读一个约伯记第35章的第10节到11节，伫遐记载讲，伊利户安尼讲，总是无人讲创造我的上帝伫呾落，伊是予人迷失唱歌的。伊是驾驶咱赢过地上的遭受，予咱有智慧赢过伫空中的飞鸟的。伊利户特别咧看见着约伯，常常咧强调伊家己的无辜，也是讲强调伊家己的公义正直的时阵，约伯伫迄个中间所做一切，伊利户伫迄个中间嘛，伊家己质问。亲像咱伫35章的第2节、第3节、到第4节安尼讲，伊利户提醒约伯讲：“你俩即个最有合理，你讲我的义赢过上帝义啊！你竟然讲这有甚物利益伫你？又搁我有甚物利益较赢我捌去犯罪？我要应你以及我你的同伴。”所以在这个中间，伊利户是要提醒约伯，你看自己敢是合理的？你说你自己的义可以赢过上帝的义，你说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中间，伊利户是要提醒，对着人的角度，免得用自己的公义来跟上帝来相加批评。所以包括到第约伯记35章第6节到第7节，伊利户嘛提醒约伯讲：“你若犯罪，会害着伊什么？意思是讲会当影响上帝什么？你的过失若加添，会害着伊什么啊？你若惊伊有什么好伊啊？还是伊对你的手有得到什么啊？”所以其实伊利户要挑战约伯的，就是讲起到，当咱今仔日所做所行一切，其实袂当影响全能的上帝，影响上帝的权能，咱是无法度的。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利户即款的提醒，是搁一遍，予咱看见，人袂当影响上帝甚物，颠倒是咱在爱伫伊的面前，搁较去信靠伊，相信伊。所以伫约伯记35章的第5节，伊利户就提醒约伯讲：“你着仰目看天，看迄个穹苍是比你较悬。”所以伫这个中间，咱要看到伊利户确确实实伫迄个中间要提醒约伯，无唔对，你感觉你本身是无，你是公义，你是正直的，你是诚实的，总是搁较上，搁较重要。你唔通想讲，你安尼做，通赢过上帝。你都要提醒家己，怎样更加会当谦卑。所以伫约伯记35章14节到16节，伫迄个中间，伊利户提醒要求约伯，无阁讲虚假、无知的话。伫迄个中间，咱要看见，亲像伫16节，伊利户讲，所以约伯开嘴。拢虚假，讲侪侪无底的话，也就是讲，伊伫后壁提醒讲，伫人类唔通用家己做自我中心来看待上帝，都要常常转变态度，用转用上帝的立场来看咱软弱的人，甲自私的人类。所以今仔咱看见伊伫后壁提醒是搁一遍，包括伫约伯的提醒，伫约伯的朋友的提醒。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提醒，常常唔当看家己真最重要，无看到上帝怎样伫个计划，甲上帝国的中间怎样咧看待咱，所以真重要的提醒的中间，
予咱搁一遍去确信全能的上帝，以及人怎样伫伊的面前，搁加真侪的一个谦卑来顺服上帝的人，来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今仔日咱对以利户的提醒的中间共同的信仰课题，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创造万民甲人类的上帝，我感谢你无看轻我，疼惜我，因受我会当搁一遍告别你，确确实实是全能的上帝。你欢喜接纳我微小的性命，我让我会当有份伫上帝国的事工。我恳求你，予我搁一遍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接受你的恩典，祈祷。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